四十几岁以后喜欢的版本，那不自由通常最大的原因是只有国民党跟共产党吗？不是哈，这以前都有那个无望在举嘛，不自由无宁死的那个贬的，那我不是因为这事情写的。那常常让人觉得不自由其实是本来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事情，但是现在要更广义来讲哈，就是只要是伴侣啊，只要是人跟人之间，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状况。那我很久以前去了林森北路的五条通、六条通，我去吃拉面哈，我没有去那个不干不净的地方。但是半夜在那里吃面的时候，我就碰到酒客跟小姐。好，那个酒客跟小姐就极尽夸张之事，他们就说啊，就带出来啊，给面子。这小姐，红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哎，怎么这样我口气啊？不是钱的问题啊。那看到他们之间的交往，这种交易，然后我面也吃不完，就赶快回家就写了这首歌。就男人常常会拿女人当做一个炫耀，当做一个战利品。但你女人难道不会吗？女人会啊，女人会叫譬如说你们有没有叫你们先生或男朋友拿包包的啊？诚实一点哈，我最瞧不起就是帮女人拿包包的哈，因为我太太的包包很小，穿不过去，拿在这里感觉又就有点太娘炮了哈。对，那就看到其实真正应该要讨论的不是行为，而是你们到底有没有相爱。那我看到了他们的状况，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男人女人。男人的版本是以我一个好朋友，我不能讲他的名字，叫林芜湖哈，跟他没有关系哈。告诉你，你要听清楚，女人对爱的毅力不是你的战利品，你真的该拥有吗？如果不是她愿意，女人啊女人，我告诉你，请你要在意，男人对爱的毅力不是你的测试游戏，你真的该拥有吗？如果不是他愿意，男人不要炫耀，女人不要打架，你们一样都是人，把爱放在你们中间，有爱才完整。Thank you.
告诉你，请你要注意听，女人的天真美丽不是你的战利品。女人啊女人，我告诉你，请你要注意听，男人对爱的依恋，它不是你的测试游戏。你真的该拥有吗？如果不是他愿意，男人，男人不要炫耀，女人，女人不要拿枪，你们一样都是人，把爱放在你们中间，有爱才完整。男人，男人不要炫耀。女人，女人不要拿枪，你们一样都是人，把爱放在你们中间，有爱才完整，把爱放在你们中间。谢谢。